啊，幫你點啲茄汁，你好食咗佢啦。嗱，擘大口。我哋今日又上嚟深圳度 rap 啦！上嚟深圳啦，冇计，香港冇地方去，飞咗过嚟深圳一间 cafe， 小红书嗰啲叫咩啊？深圳探店呢间 cafe 就好似有摩洛哥风情，我听。摩洛哥风情好啊，唔靓我就走。港女风情。好 ，Let's go！ 我哋而家入去啦，已经好多美女喺度等。Yeah， 我哋终于入到去啦，睇下，成台都系嘢食啊！呢间 cafe 咧，原来好特别嘅，系一定要喺出边嗰阵时咧，就要嗌定晒所有食物啦，应该有最低消费嘅我谂。跟住之后咧，嗌晒之后咧，就可以入去任玩。咁而家试下呢杯咩咩可可唔知乜？好唔好饮啊？冇乜味，好似水啊！吓，真系噶？佢咁靓，之后再试下呢个。喂呀，呢个我噶，呢个你一定唔会中意饮。我最想饮呢个咯，最期待，即系系 OK 嘅，因为我中好中意饮有气嘅嘢，但系唔系话超好饮。呢个咧，因为推介，佢推介噶。呢个鸡扒蛋，呢个三文治蛋，阿永走沙律咯，好我试下。第二个。我覺得呢間嘢唔係嘅打卡咯，即係唔係淨係網紅店啊，啲嘢食都有水準，即係唔差，非常普通，不過呢個好食啊！呢個真係好食啊！好味啊！佢啲鹹食好味咯。幾錢啊？價錢？我食咗200幾蚊。係。我啱啱發現阿榮咧食過沙律噶嘛。吃個三文治嘛，我發現佢咧收埋有少少嘢。嚇，阿榮係咩嚟㗎嗰啲？我驚佢去鬧我，收埋咗啲。嚇，食翻佢先，而家快啲。唔食啊！嗱，幫你點啲茄汁，你好食咗佢啦。嗱，擘大口。哇！喂，呢塊大㗎，食咗，食啊，快啲食。一系食啲番茄。我媽教我唔可以食生嘢。收聲啦，唔好講呢啲廢話啦，嚇！我媽教我唔可以食生菜嘅。大家覺得係咪啊？好差勁啊，係咪啊？成日唔食菜，嚇、啊、身體又點會好呢？成日話自己身體差，又唔肯食菜，喺度食薯條，留翻啲薯條俾我啊！就係嚟到紅色區，好多道具嘅，嗱有書卷味啦，然之後仲有啲 vintage 嘢啦，係嘛？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復古嗰啲 vintage 風格。哇！你個打到個人都紅埋，地氈係真係出色嘅。佢地氈係好有，又係摩洛哥啊！除咗摩洛哥，仲有咩形容詞啊？係摩洛哥風味，真係呢個地氈真係。但我真係唔係好中意佢啲歌咯，好似唔係好襯個地方，好唔襯咯。佢真係求其揀啲歌就算啦，選歌方面應該要好啲咯。係揀啲大陸好興、好多人中意聽嗰啲。係啊，但係就唔襯個地方咯，就係咁簡單。好啦，咁大家睇下我呢個100分嘅男人喺度做乜啦？就係要幫阿榮咧影呢個寫真。阿榮已經話表示準備好。自己個樣唔靚，唔好賴人哋個地方，賴件衫，唔好意思。你睇我呢啲靚仔，多嘢啦，你就知道咩叫點影都咁靚。好啊，你自己諗點樣影幫你影啊。好啊，我擺曬 pose 幫你影。好啊。而家到阿榮幫我影靚隻相，係咁先。摩洛哥嘅設計咯，因為得摩洛哥嘅設計先係呢啲紋嘅地
板啊，同埋牆啊，都係呢只紋咯。不過覺得幾正嘅，係一個唔同嘅風格。等等，之後仲有呢個日式嘅。等等，就係咁啦。呢個仲有一個好巴豪式嘅洗手盤。呢個型。巴豪嘅 vintage 式嘅洗手盤。咁樣型。等等。咁樣型幾靚。可能有些人很喜歡這種感覺，但是我麻麻地這隻色咯，即是摩洛哥這些這樣的 print 我覺得不是那麼漂亮，我自己不是很喜歡咯。噔噔，就是這樣。但其實我也很想去摩洛哥的。咦，你看到人家的 YouTuber 去完就說算吧你。我覺得有條街是很多貓的，有藍色的條街很棒。有 YouTuber 你。而家嚟到我哋依間咖啡嘅最後一個場地啦，我最中意嘅場啦。成日都話我個 IG 冇 friend， 我就上網學咗好多啦。之後我就問佢：呢張靚唔靚啦？之後佢就話：佢終於話有 feel 啦。我們已經玩完了，我們要走了，玩了很久了，打了卡。你覺得這間咖啡呢就有70分左右，因為始終給我感覺影相的感覺麻麻地，不是說很多位置拍得很漂亮，但是是很多場景的，值得一試。還有它的野食我覺得是比其他打卡咖啡來說是好味的，我覺得。因為之前那些都不是說很好吃，麻麻地，只有個樣子拍下照片，但現在那些東西擺得落口咯，只能夠擺得落口，不是 OK 的，那些鹹食，鹹食 OK， 野飲我麻麻地咯，自己覺得野飲普通了一點，我會給65分咯。65分，你還苛刻過我。好了，因為你要收鋪了，走吧。我們喂，大家記住啊，留言啊，在下面講你們會不會去啊，知不知啊？一定要留言 like 我們的條片，同埋 share， 同埋一定要訂閱。如果你一仲未訂閱嘅，呢個就係你嘅最後機會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冇見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